不是没有信念，只是当你看过黑暗，就会了解，永远来不及阻止那些不可逆转的事情。身为一个树医，我还能怎么做？干嘛那么紧张？我还能怎么做？
少年欸，听说你是素衣哦？你救素？那我可能这么快？你要怎么救啊？还好吧？所以这些树都是他们砍的吗？他们两个哦，怎么可能？这座山这么大，像他们一样的人还很多，人类很自私吧？可能我也一样吧。不是，我刚才只是想证明我自己的价值而已。但很贵，对吧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们刚刚去种树。种树。下次一起来吧。